好，来继续来看气候变迁的问题真严重。下晡有30多个公民团体伫台北发起大游行，再去告大学生伫立法院外口来举办这个气候共学堂的活动，呼吁大家做伙来重视环境的议题，爱护地球环境，守护青年未来，守护青年未来。因为我们没有投票权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我们在气候变迁的议题上，我们只能做一个下一代的负责人，但是我们不能做这一代的决策者。群贤楼这边我们举行气候共学党的活动，希望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捍卫自己的权利，然后也知道自己未来的责任。当我们一起在未来，我们可以，当我们长大之后，我们可以一起为台湾做点什么，一起为环境一起努力。找到